你找我什么事？满洲之狐有紧急的情况，他想马上见您。满洲之狐要见我？ 记着吗？我曾经告诉过你，要想调查一个人，最好做到悄无声息。你都信了吧？我哪有资格调查你呀？高科长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最近有点累，想去趟趟岛。满洲之狐，与我在什么地方见面？ 还有一个情况，那个女钢琴师从昨天傍晚到现在一直没有出现在玛蒂尔西餐厅。苏子元的下落也没什么线索。那林雅茹呢？林雅茹不是带着哈东游击队去执行任务了吗？可林雅茹到现在也没有消息。您先别着急，要不然这样，您去和满洲之狐接头，我去找林雅茹。好，咱们分头行动。 你在敌人内部忍辱负重，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，做到了哈尔滨特委官员，牺牲局部利益，保全大局的指示。我代表哈尔滨特委，谢谢你。有什么可谢的？明明知道自己的同事就要被逮捕了，我却不能出手相救，眼睁睁地看着文虎、杨和山同志在我面前牺牲。 而且我还给他命无苦刑，在史村面前，我又不能有一点心慈手软，否则就会暴露。特别是这些同志看我那种憎恶的眼神，我的心情没人会理解。高恒书同志，在史村每时每刻都在考验你的关键时刻。你这么做，是哈尔滨特委赋予你的特别权利。 尤其是为了粉碎敌人的烈行行动，牺牲局部利益是必须要做到的，你大可不必自责。让我说句实话，我不想要这种特殊的权利。是啊，在自己统治面前，谁也不想要这个权利。
到我最难受的，就是同志们看我的那种眼神，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哦，对了，有一个人你了解吗？谁啊？在马蒂尔西餐厅弹琴的那个女钢琴师杨一平。行，杨子小姐还没走啊？高科长，我是担心你洗完澡再睡上一觉，影响了下午去同发楼茶馆。谢谢提醒。茶还有茶点，杨子小姐，你认识共产国际的人吗？不认识。那你见过松花江？我没有见过这个人。那就奇怪了，共产国际的人你不认识，松花江你没见过，我们抓谁啊？一会儿会有人来指认要逮捕的人。谁？苏子远。是啊，我也刚到哈尔滨。真没想到，在这儿能碰上你，太巧了。没想到就在这儿碰到你。哎，你先走，待会儿咱们再聊。王浩，坐坐。一男一女，逮捕那两个人。你确定吗？没错。哎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你对高恒书的考察结束了？结束了。结果怎么样？高恒书没有问题。石存军，今天可是零号行动的最后一天，你准备拿什么交差？我请求将军命令宪兵队的人撤出在关东丙屋一带的设伏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怀疑孙伯文把密电码藏在了关东兵库。想抢功吗？程当军，你的宪兵队损兵折将，无人指挥。我看你还是下命令让师孙接管关东兵库的设伏吧。我可以下令让我的人撤出，但是机会只有一次，下午四点再完不成零号行动，我可不客气。不客气的人还有我。石存军，如今不客气的人太多了，但只要你完成零号行动，就不要在乎有人对你不客气。是。孙伯文同志，你受苦了。我想请你跟我解释一下，自从我被捕以后，组织上切断了与我的联系，我可以理解，可为什么认定我是叛徒？
真正的叛徒江斌，你们为什么不去查他？江斌叛变以后，组织上受到了欺骗，导致刘同、杨和善、杨万堂和老朴等同志先后牺牲，这是一个十分惨痛的经验教训呢。对此，我负有责任，我可以向你检讨，但在认定你是不是叛徒这个问题上，组织上是很慎重的，也是认真的。我希望你能够理解。我不能理解。要是有你，温东王虎兄弟都为了你护我死了，一句道歉，他们能活过来吗？孙伯文同志，有一件事情你还不知道吧？其实赵世荣同志就是松花江的丈夫。他是你的母亲。嗯，丈夫去掩护我，是要你事先就知道。我知道。自从组织没有及时的联系上你以后，你是不是觉得特别委屈，甚至恨我母亲？这是他留给我的。在他牺牲的时候，他对我说：“你要活着。”孙不文同志，你能理解，这很好。但我听林雅茹说，你把密电码藏在了关东兵部，你能取回来吗？关东兵部那边实在是太危险了。我取回来。孙伯文同志，我看这样吧，我派魏辉同志配合你，你们去关东兵部试一试。但千万要小心，我和雅茹等你们回来。守着，我进去取。好，去吧。
那我当然是，我养活你出去，快点！你傻了，始算不会那么愚蠢的。你的忙我交给你了，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你还得继续下去。什么意思？等等。
你不能这么做。说伯文哥回来了，他怎么没来看咱们呢？他不会骗我们吧？秋兰，文护士，我相信孙先生一定会回来的。祖国亲身感受到祖国人民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同仇敌忾，每一天都在做出巨大的牺牲。我想留下来和祖国人民一起战斗。你不想回莫斯科了？祖国的大好河山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着，百姓流离失所，不得安宁。我还能回去吗？为什么不回去呢？这个理由还不够。我相信一定有别的原因，对吗？伊万诺维奇是在密电码被破译的情况下才来到哈尔滨的。我是第二套方案的执行者，为了保险起见，我把密电码藏在了马蒂尔西餐厅的钢琴里。苏子妍知道这个事情吗？当然不知道，我在没有找到你们之前不可能把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。那你找到我们以后为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？伊万诺维奇已经把密电码交给了孙博文，但是我没有想到孙博文居然把密电码藏在那么危险的地方。我要是能早一点找到你们就好了。你早点找到我们，马蒂尔西餐厅也充满了危险。你把密电码藏在钢琴的具体位置告诉我，我让组上派人去取。我藏的只有我自己能找到。不行，你已经暴露了，马蒂尔西餐厅你不能再回去了。你恨叛徒吗？当然恨。这么说，石村机关长在零号行动中是立过功的？零号行动的任务是抓住孙博文，现在孙博文已经被击毙，石村机关长不仅在零号行动中立了功，而且在烈行行动中也立了大功，这一点不容置疑。烈行行动，金田君，您认为烈行行动会成功吗？当然会成功了。石村机关长虽然冒了点风险，但是他已经成功的为敢死队的出发赢得了时间。可那个张一平呢？报告将军，张一平身上并没有携带密电码，而且他已经是我的掌中之物。如果你要是不放心的话，我可以马上逮捕他。
在花丛中歌唱多委婉，我唱着忧郁的歌儿，把你思念，心已碎。身边，清晨醒来，把你石村先生，欢迎你来欣赏演奏。张小姐，不，百灵鸟，猫头鹰来了，你不向你的同志打声招呼吗？哎，你的旅游要结束了，是明天就要离开哈尔滨吗？张小姐，你在哈尔滨期间参观过景田大佐的宪兵队，那在你离开之前，就请你到我的特高科办公室坐坐吧，否则别尔金将军会怪我怠慢你了。在我的眼里，景田的宪兵队跟你的办公室没有区别。哦，不不，有区别。这区别就是，你参观完了景田大佐的宪兵队，景田队长会用专车送你回去，但你参观完我特高科的办公室，恐怕就没这种待遇了。我从来没有想过有这样的待遇。啊，张小姐，刚才你弹的那首曲子太美了，不过听上去好像有一段尾声没有弹完，那么就请你把它弹完吧，拜托了。至关重要的密电码终于拿到手了，中共哈尔滨地下党及时地发出了情报，苏联总参情报机关根据情报做出了周密的部署，等待着敢死队的到来。
对了，别尔坚同志，请你马上给中共哈尔滨地下党和满洲之虎发报，转达红色苏维埃向中国同志最真诚、最崇高的致敬。弗拉西克同志，为了粉碎列雄行动，中国同志做出了很大的牺牲，我们应该这么做。你马上准备有关哈尔滨地下党的一切资料，包括史村机关长的死因。是。1945年8月，苏联红军出兵东北，一支苏军特别小分队曾奉命专程前往哈尔滨，寻找为粉碎列雄行动立下奇功的我党地下特工满洲之虎。但是神秘的满洲之虎已打入了国民党的保密局，其代号叫解放。千瞬息万变。